忘了啦，因为十四个一个，你还要上防探团？撑四分钟来吧，撑四。消防团团，他四分钟，还有四分钟啊！不要急，不要急，还有四分钟。不要着急啊啊！我懂你的四分钟是什么意思了，我懂了。不要着急，要不要再给个那个突袭效果？有，我这样给。我懂了，我懂你的意思了。我有不祥的制造，我进去应该就可以了吧。哦不，有。来啊来啊来啊来来来，我来了。只是不能挑战突袭。我来了，突袭要开始了。嗯，你们你们都附魔，附魔都来了，附魔台呢？附魔台。来了，在那边那个方向，那个方向子里放房子里。对对对，我放放在外面。杰克后面，杰克后面，后面来了来了。哎、欸，这好刺激哦！哇靠！哇，太痛了啦！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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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是白痴！不是不是，他一刀就把我们砍死了，好扯啊！好快！哎、欸，弓箭手都在我这里啦！哇！好扯，一刀哎、欸！一剑哎、欸！这又是白痴！弓箭手都在我这里，全身附魔，一刀就被解决了、欸，好可怕哦！等一下，杰克，团团加油！彼此在互射，团团加油！我觉得他在射你们哎、欸！耶、yeah, ，掉了，超扯！没有没有，他们把自己的队友射死了。哎、欸，你再推一点，有铁巨人。啊，我你后面有铁巨人，你有没有铁巨人？再推一点。哇，套三连发哎、欸！对啊，很酷哎、欸，闪射不是那个穿刺就好。铁巨人加油！哎、欸，铁巨人加油！你居然保护我！去打，去打！怎么从房子里走出来啊？哎，可以捡，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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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剩余两个人，剩余两个人，剩两个。在那个东西在附魔那边，不要被他们摸到，一摸到就不见了哦。好可怕！小心点，好可怕！附魔的一只，而且重点是刚刚有一只还躲在房子里，我经过他马上出来。一个是有旗帜，一个是没旗帜的。一个在水池旁边，一个在水池旁边。一个在附魔台这边，嗯哼，哦，还巧克力穿一些附魔装，我先穿脚胶，嗨，哦，他去找另外一个人哦，他找谁？其实我有水桶，等一下可以用水桶。他是在水池附近的房子走来走去，哦，看到了，太好笑了吧？啊，线不小心丢掉算他斧头这么痛哦。欸、喂，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是困难模式，所以会超痛啊。可是保护是啊，全身都保护。哎、欸，他是看到谁？哦，没有，你太强了吧、嗯？他有没有那个啊？附魔武器？欸、他出去了。我没看到，我进房子了。我是说那个斧头帮，我没看到他拿出斧头，我就死了。哎呦，眼睛这样。哎呦，破门！他撞门吗？他敲门，他敲门。凶屁哦！很凶、啊。看听到雨月这样讲，我真的不太敢靠近他、欸。你不要靠近他，真的不要靠近他，他一刀就很怕。我原本想说要进去一下了，说可以啊，没事。我现在走个脚尖。我也本来以为可以撑一下，结果砰就不见了。我觉得小哥要小心啊。麦快麦快，没事。哎、欸，他是一般的斧头哎、欸，可是一下就不见了。干掉一个，爆头伤害。吓死人！吓死人！敲钟自动敲啊，剩一个有机制的，在哪里啊？他在哪里啊？中间啊，中间，在我前面，在我前面。我看到了，简装，哎、欸，有脚胶了，有脚胶。那要去上他吗？酸民队长是谁啊？哎、欸，他是，你看魔的啦哇！可是我刚打，刚不是被他打、啊，我打就知道，我刚可能是打你们刚杀掉那只，对啊，那个水流好可怕，那水流好可怕。他在看他在看巧克力啊，对啊，是啊，接受，有旗帜，旗帜有旗帜，哎，能干嘛？染了盾牌啊，放在盾牌上啊，对，你可以跟盾牌直接染，然后接下来可能就会比较可怕，有牛。接下来、欸、也太可爱了吧！这盾牌，等一下还有第二波，有啊有啊，有十波啊！啊，对了，我忘记了，忘记了。他从海上，我看到，哪里？海上，发光，发光，发光，刚好敲铃。嗯，我要去找铁巨人帮忙了啦。有两三四个拿附魔的弓，来喽，他们会先去打村民。我想吃牛排，等一下。好，速度很快呢。
他其实在地底哦，他岩浆，他岩浆下面。我这边先打一只，哎，太低了吧？啊、而且，哇，又是散射的。哎、欸，敲，没事没事，在挖在挖，他就在挖岩浆。哎、欸，不痛哎、欸，你看，哦，他散射的，他是散射的，散射没问题啊。欸、来喽、啊，来喽，来喽，贯穿举盾也没用啊，对。嗯哎、欸，团团先去试一下。你知不晓得是什么？你还削皮嘞？他在看我，他在看我，他要看你了，他要看你了。那他卡的跟什么一直卡的在打？不知道。卡他卡蛋，卡蛋，一直拉钩不射。卡蛋，卡蛋，卡蛋，他很耐久。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啊啊！这个水流不行，这个。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在这，我在这，小心小心哦！哎，我打到，我打到他，我打到他了，我打，我过不去。上来，上来！熊猫在玩，跑掉了，头很会小。啊，你水不捡一下吗？嗯，这个战斗好累，要直接烧死他们比较快。嗯，过来啊！他躲在房子里了，在房子里面。来了，来了。锁敌之后会爆冲，很可怕。出来了，出来了！哎，哈哈，东西掉落也会直接消失，好像烧掉了。没关系啊，这个没有什么好。他现在只是在玩啊，要那个幻魔者。再来，来了，来了！哇，大岩浆啊！哦，下一波，下一波是两桶啊，你也到？我没到啊，显示啦，显示都显示 bug， 显示 bug， 哇，可以再捞一下，你刚刚没捞走。哎、欸，那个叮叮当当，叮叮当，赶快准备，下一波，下一波。死屁孩！哎、欸，后面你后面你后面你后面，巧克力我要走了，拜拜。战牛有战牛，拜拜，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战牛用岩浆，战牛用岩浆。哦，真的吗？岩浆战法是不是？嗯。可怕哎、欸！还有没有？阿基要不要一起玩啊？阿基在哪里？跳到来啊！团团有没有岩浆桶啊？有，但是我倒超不准的、啊，没附魔的。来了，他们来了，没附魔的两只、啊，两只没附魔，没附魔两只。他们会互射吗？他们不会，他射到彼此不会互射。嗯，有一只看我了。哇，你们现在各，好好好各控制一只。嗯，干掉，干掉，干掉。哎、欸，接下来是有附魔的、哦欸，掉弓了，掉弩了，掉弓了，掉弓，掉弩，哎、欸，对耶，啊，有的呀，有的，都没有，附魔，哦，没有，欸、牛来了，等一下，没有牛，牛来了，牛牛，岩浆准备哦，牛，岩浆准备哦，这样会吗？他撞到，撞到，撞到，哇，火牛战法，牛烧起来了，牛烧起来了，我完全在旁边看呐、啊，我完全在旁边看，牛在我这啦，我完全在观望。哎、欸，团团，赶快去把岩浆救回来吧！边界，可是我没有空桶啊，我没空桶。哇啊，巧克力可以绕回来啊，他要绕一圈了。我可以再绕一圈，我绕一圈。重点是边界也压过来了，快没有地方可以走了。好、哦，附魔的，欸那個、附魔的，附魔的，附魔的。哎、欸，干那巧克力，巧克力，他是不是有卡蛋啊？打他！牛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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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追谁？牛招了！牛招了！还烧你，烧你，烧你！啊！只烧到那个，好，剩牛了，剩牛而已。牛在追我吗？对，牛在追你。牛举盾也没用。烧到！嗯，举盾可以吗？牛不是会把盾过吗？牛撞地。他不是追你，你转头撞一下。他甩个头哎、欸！他知道我要打他。他刚甩个头而已耶，一个甩头砰，其实举盾可以打啦，他一只还好，两只才是很难。哈基慢慢，哈基在慢慢走了，因为他重点是你的那个盾牌耐久要够。嗯，打他那个盾牌耐久会扣超快的。我好胆小，我站在上面。感觉哈基来不及了。你刚刚跑太远。对啊，我跑超快的。哈基上来的位置会应该会刚好在团团那间屋子。哈，去了？不会吧？他还很久啊？他不会，他不会啦，会过头。团团，我觉得你可以先把牛打死，然后你就是垫高高，然后等下突袭全部。哈基处理。
对，哈基会处理。哈基还要很久才上得来，就是用岩浆烧死他就好了。可是我岩浆超不准、欸，没有跟你讲，你举永远举的对，他打你，他会那个头会甩动。然后直直啊，你那个岩浆放前面就可以打了，你就先一直举着看，你一直举着，不要打，不要打，举着举着。哎，没烧到，有没有？他这样头转的时候就可以打。哦、然后等一下，哦，会把我推开，不要，其他东西都不要。好，可以打他一下，一下就 好，一下就好。哦，他有时候不会转，有时候不会转，有没有？对，他不转了，所以你要看，你要看，他有时候哦，好臭，好臭，边界哦，边界哦，后面是边界喽，该跑了。拿斧头，斧头暴击着看。哎、欸，他进来了。打他一下，打他一下，没了没了没了，快跑快跑，跑一下跑一下还好，你搜一下岩浆，搜一下岩浆，他血应该不多了，他血应该不多了，烧到就行了，烧到就行了，烧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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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快烧死了，烧死了烧死了，你赶快赶快提高提高提高，那个等一下如果有那个幻魔者来就刺激了。快快快！继续叠高，继续叠高，继续叠高！你小心哦、喔，继续叠高。现在几？现在77啊！太高了，村民底下、啊，在屋顶这边差不多吧？可是我觉得等下会不会被挖下去啊？你应该也会赢啊，你不用怕啊。我贴在下面。你只要被挖下去不用怕啊，你只要斧头砍一刀就死了、啊。嗯。拿出来了，他露头了。没有突袭哎、欸，还是灯啊？不见了。中心被盖掉了 啊！村有也不是不可能、啊，村民在啊。哦，哎、欸，团团，哦，那就找有突袭了，有突袭了，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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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界来了，我是这样就是第一波了。嗯，哎、欸，哎呀，先到边界吗？我还弄到弓箭呢、欸，突袭的弓箭，那突袭会有弓箭手，他们走，他们走了出来吗？还有弓箭，还有弓箭，是从哪边来啊？没看到、欸，没看到，又没了，怎么不见了？还是、欸、又重来了？还是他没办法重新给了，因为他可能是突袭判定到别的。波浪符，波浪符，感谢西尼，是没办法升管啊，因为在边丢啊。对啊，丢牛排。不知道，再试一次看看。没有哎、欸，突袭升不出来，因为在边界外可能。对啊，团团去杀了他吧，烧他、啊！你手上的盾牌就代表你是突袭队长。哎，你怎么还摔倒啊？团团，团团，突袭队长，团团，哎，你干嘛？你不知道和解？你不知道和解？你这个不讲话。哎。坏人。我坏人了，没有，你招手刚刚没有砍你吗？因为他们一直很想要突袭出来，然后我们俩看谁、啊、不晓得为什么出不来，没有没有奇怪啊，对对、嗯，最后出不来，在等幻魔者，嘿，他们想要等幻魔者出来，然后把我们两个弄到，另外两个人都被一斧解决，然后我就一个撞，一撞被分出飞出去，超痛的，对啊，嗯。很刺激，很刺激。所以他进刚原本是想要跳，但是发现还有四分钟，是不是？嗯、对啊，我只是讲讲而已啦，没有真的跳啦。哦，我觉得还是要有运动加技能玩到最后。玩逃边界。对啊，没有啊。然后一抬头，反应用说：“巧克力，你有没有看到？”我就抬头啊，我看到了。是喵哈耶，喵哈大大。难过他追着你喊说我还缺鞋子我还缺鞋子我说他没鞋子啊你想要拿我做的鞋子吧难过我被一头撞死啊你知道那牛是追团团的我就去帮他还烧他然后就很 OK 然后最后走得靠近一点换一点啪我就死了直接死翘翘哎呀都被撞死超可怕的耶为什么没有用哎哦，牛出来了！哎，那是你召唤的、哦。我想说为什么要跑出来？没有牛，撞他，撞他，吃电，撞他！一只还好，一只还好，两只才两只，两只不行吧？哎，再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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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撞出去了。哇，盾牌爆了，盾牌爆了！太快了，消耗超快，真的很快，大爆。劫毁兽，他被烧到是嗷嗷嗷啊！嗷嗷嗷嗷，好好好，嗷嗷嗷嗷嗷，
啊、声音那个洋洋是不是常常听到？对啊对啊，常常你撞到他吗？那个可能有人撞到桌角的时候就 error 这样子哦。我不知道谁撞到桌角这样。那应该还不痛啊，你撞到桌角第一件事情是。哦，这个还有就好痛，这很有 feel。对啊，撞下去第一件事情先吸一口气啊，怎么可能是先叫？感觉都来了这样，哎、欸。有啦，满足突袭了，哇，有，看到了，到了，好多、哦，哎、欸，天外看不到香啊，再见啦，休息了，休息了，啊，全部死透，哇，只是想开一下，哇，太凶了吧，怎么断连线？好啦，今天感谢收看啦。哎、欸，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打这个、欸，哎，这个一点十四之后的东西，我好陌生哦。当时吧，那时候鱼干他们要玩的时候，说可以等一点十四啊，快出了，结果就好像就没有再开了，对吧、啊？就这样吧。好啦，感谢今天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